我请你结辩了。兔，耶，二是兔兔。哎呀，越南边路，哇，他这个面无表情真的是。这是哪啊？我没得给。这是南边路吗？应该是吧。好可爱、哦。这不是那个史莱登吗？你好可爱，你好可爱。我觉得好像又被吓一跳。第一名是贺岁打官了 ，yes。第二名是张君岩，恭喜。42秒。第三名是第二。严浩。恭喜。第四名是英雄。不是第五。就说只要不说话，我们四个全到一分钟。恭喜。第五名是廖文。刘耀文。恭喜。恭喜。13分。啊？13.64秒。OK。然后10秒。第六名是四海天。恭喜。恭喜。竟然有人比我还近。小马真的是。哇，祝贺你。我首先请刘耀文把那个就是视频中的这个画面来远景呈现一下。一分钟播不出来哎。没事你再看一遍。对，不我也播得出来。那我那么开心干嘛，我以为只有第一次。请刘耀文同学做一个就是优质的专业演员把远景呈现一下。我不知道我说啥了。那我们再看一遍。不，我就知道我有乔治，我要找我的护身符。是这个吗？我就觉得进去了就非常淡定，我的护身符有了他没有人敢抓我，他敢抓我乔治会拿他的那把刀砍他。耍学你的刘海是你的头刘海什么？你刘海是这样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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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上去的，是上去的。不，放在这儿了，这是放在这儿了，这个脚要往前。不，他副歌是这样的。没有，这是前面，这是前面。来，我这。你弹吉他。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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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好的，我们进入到第一名马嘉祺的远景。来来来，小马哥，必须演出来，必须演出来。来，嘴来，演，你别动，你要演，他要唱。你们把那个关了，你把谁关了？小马哥加油啊！小马哥加油！我的快乐怎么又放了一遍？不在，几岁啊，小马哥？我了，人已经不在，我的日记已经不在。我的秘密已经不在，我的心情已经不在，让我变得如此沮丧，让我变得如此无奈，让我变得不再可爱。哦，但是，哎呀，可以。倒数三位啊，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一个倒数三位的排名，就是不是最后一个。